いね、その顔。やろうぜ。吐息がいてつき、心が凍る。这里留一张家里应该就可以了，不过又来了一张，是有点多啊。不过有荒天雷神应该算还行，至少两趟我们可以做出第一次的这个，应该算还行。第一次的进化。然后等一下可以华兹抽一张，然后打魔灵加加里四turn的时候，这整个应该算还行啊。对这个张数来讲的话，先手四turn我们就做三次进化。他可能就必须得要三进化状，再用一趴掉。那我们就赚到一个时间。哇，还真的三，因为他其实不太能，不太希望没有真的没有解到。那我这边六下去。这应该只能塞六下去，找一下东西。哦，三四，硬做吧，还可以抽一张。这样我先手七turn就会跳了，然后他的跳费跳的没有很多。应该算还可以。六特，我们等一下，意见还是要压进化，伤害也算可以慢慢开始做了。现在的构筑都会有，你要放进化，应该说大部分东西啦。会放到五费，他这边把第二张诺尔仆狼。用掉了。銀色の翼は不可侵でしたよ。行き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失敗しちゃったゴブ。花枝哦。拍一个看一张，哦，这个进来了，两张，哪一个好了？这张留着。瞬间被仿了，顺便被仿了是比较麻烦。那我要消一个，回一下进化点吧。
等下这边还有第二张，所以还行。这样会回三费，塞回去，然后硬趴。他就算这样一直卡，其实还是能造成不错的伤害。三四，下一趟这里有一伤，然后再加四伤，再加三伤，有七伤。哦，普朗又来了，有七伤，七伤应该就算还行了。七伤那个四伤不知道刷不刷得到，他这里要吸一口血，这里应该会再气吧？哦，他没有得气嘞，他这样打代表他没得气嘛？哦，他因为他要直接硬跳跳上来，也合理。我今天要剪一次，凶王斩人吗？凶王动动斩了，嘟嘟好。前面给的场面压力比较大一点点，让他必须得要比较卡一点点。お前なんて相手になるわけないんだぜ。这把打皇家，戏月其实可以留哎，我们换哥布林法师就好。那戏月就是一个两次进化嘛，稳稳的进化会有两次进化，就我们现在是后手，就挺稳的。一个意见。直接武器下来，洛尊进家里也不错。哇，这里被优势交换是有点不舒服，讲实在。家里没有进家里，看会不？那这边就看能不能打出三加一了。如果能打出三加一，其实也还行。没有的话就打四加二，四加二进化四。戏月可以慢一点打，没有到真的那么急。欸，好多好多好多，等耶，没有，那就是四加二了。哦，我发现我点错支了，这边怎么有这三攻呢？忘记啦，点错支啦。虽然可能其实没差，但就是打住了，趴掉参金勇士，差别不大，差别不大。现在二，
这边金云画一下意见，跟我们还剪一次，对不对？没有在前面先爽到一次进化，这里可能要在先手期被带走了吗？我等一下只能再加这个，以手牌目前的状况来讲了。协作数七，所以他的一也还没来。一不知道有没有来了，但一不能还不能爽开。啊，这边会回一滴，再加三滴，会回四点血。格斗家，怎么我带这个啊？哎呦，好17000分呢！想抽牌用的。这边压进化，堆协作，等一下直接配二压进化，看起来应该像是这样。次数够了，回四滴，一滴，三滴，十三滴要扛这个，其实我觉得扛不太住，应该是蛮容易死的。他这里起一张二，然后二进化配一张三，我就死了吗？哦，还没。二拿进化配三，好像还没死。这样11点而已，因为我这边补到4滴血，这4滴血应该还是蛮关键的。补血，我会跳，对不对？要跳要补。他这个不撞啊？打太慢了吗？让我想想。我要怎么样可以补最多？这就是补4滴而已嘛，所以是一样的。直接撞。我刚才有可能斩吗？一个6，应该是不行。光靠这个也就再打2-3而已，因为他有减伤嘛。来补血吧。塞一个回去看一下，
我可以把他这个护符破了，对不对？他等一下那个就不能，他等一下就不能疾驰啦。没想到吧？这护符被我破了。他这边应该斩不了了。二，对啊，二四，十八滴斩不了。他只能继续劫场。他这边拿什么？哦，看不到是不是？美技。OK。他要再打两下才能够全刷。巴伊波卡赫，哇，他是运气很好哎、欸，万打还万打还赛道，这补四滴，我这个等下只能刷死一只，除非他加加到没有，算一下哦，这边四，然后一个四，一个三四四三，我有进化过那个吗？有。所以应该是要先这个先趴嘛，是，因为我这个只能送一张掉啊，叫我们减三对不对？想一下。这边要过的话，要这个下去，要直接进意见才可以。但有点堵，对不对？堵一个，这样也可以。三伤也可以，漂亮，打得好。お前なんて相手になるわけないんだぜ。那这边就是这套进化器啦，有任何问题再留言吧，我们再聊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